人稳定交往多年，感情仍十分甜蜜，也非常支持彼此的事业。像是吴康仁先前凭借《复读青年》夺下影帝宝座时，在现场观礼的邵雨薇就被拍到眼眶翻泪的样子，并不断拍手为男友祝贺。两人不时透过社群放闪，邵雨薇在圣诞节当天就晒出了和男友到信义区约会的照片。只见邵雨薇对着镜头微笑，与百货商场前的圣诞树拍照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。不过她在文中不忘吐槽吴康仁的拍照技术，让照片不是没对焦，不然就是过暗过曝，还搭讪小朋友。但能在圣诞节出去走走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贴文引来不少网友留言表示：“伟大演员总要有些肉相才能平衡，影帝专长领域没有照相功能，主打真实的摄影师等等。”笑称至少邵雨薇有在镜头内，逗趣的留言笑翻众人。Bye.